红裙梦是专门为这一群美丽的姑娘们编的舞蹈，因为在彝族地区呢，女孩子长大的时候，在15岁或者是17岁单数的年龄，会给她们做一个换裙礼，俗称没有新郎的婚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孩子长大了的时候，就是可以出嫁了，可以谈婚论嫁的时候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支舞蹈是专门给这一群美丽的姑娘，让她们尝试自己在这一个年龄里面的那样的快乐，舞蹈中的快乐，也了解一下在我们彝族地区这一个特别的风俗，这里面藏着很多的梦想和幸福。也祝孩子们在这个舞蹈里也找到他们舞蹈的快乐和幸福。